娘子开门，开门啊！我你是谁？是我玉师来了。哎呀！寻的是玉师把门敲，我心惊胆战问他笑。他身光在枝叶他听见，我来金山后门敲。开门，开门啊！请来见礼，家务上礼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外号啊，外号！金童娘子，王府警官，夜阑人静来此做甚？这位方才娘子过于有门，一言不合就回得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特来请问娘子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，你受得多你，请回尊四方问谁去吧。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托人在望，是言是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真什么有，娘子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是心经。心经，你念错了。怎算念错了？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给我听听嘛。有大事夫人念经有看不信，念过嘛也是忘记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吧。我不要听。不要听？哼，我也得要你。要你回到你四房里去念。四房里只有念诗，在京门一定要在再往里念的。谁来听你的？你呀。一听不哭。娘子听了啊，乖妹男子娃娃君开着门，有谁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，弟娘，弟。
在你心中啊。春秋剑在吴邦家，卷剑划痕四道旗。八月十五，我爹娘被雪融黄沙。你做那我兄长下永义，迎水欢庆招彩花，为求他日能生我。黑呀有道彩我下啊哟呀。你在胡言乱语说什么啊？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我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梁子龙啊，你在老子骂你奸贼梁子龙，你不该长十八卷龙。上欺天子下压贼，残害母母心太凶。你不知斩草根本地，又盗窃我兄妹高山一洞。可比官门来养父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老奸勇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有面还有你，两生子啊，两生子。你不要再讲下去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这一顿不念，就念下一顿吧。两牛叫啊，两牛叫。哎呀，你可以善良，不要恩在去了。恩在晚上，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。两牛死啊，两牛死。马里不知两牛死，你往外说多生也是，喜欢就去我不用你就算。万相思，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重转世。有朝一日成了东，我兄妹二分没了子，兵犯兵的两子龙，二战不言两生子，三战要笑两女娇，四战冤家两女死。夏永雅，夏永雅，我弟弟爱你父母，寸死不让，离开报仇。我母亲祖父之恶，长死其人，也可斩得。我妹子无足非为，与吾同谋，斩也不冤。我两月死，一非之谋，二非同党，又不能带错了你，你今朝也要杀我。你快进来陪我知道，你就与我来来来去去去，到后堂去见我母亲，与你父母申冤。官人。受伤很忧伤。
下愿求生，南瓜他对我冷如冰，三月来他从里吐过肺腑情，想不到今日我也交关他人，见他长得我心不忍，我妻娘子诉衷肠。今日你话些事是难相信，谁怕你等宝剑只在王官前？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我在夫妻之间无所谓。娘子，娘子，去见你母亲。去不得，去不得。娘子，我刚才是我的开的玩笑的呀。我说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，又何必惊得往来得你在讲你。爹呀，他还在哪里生气呢？No, 要是这样向你有礼了啊。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哟？夫人给娘子受尽了，官人受却了。责备我母妹之道，几乎非笑。是谁？是我。
妹子，哥哥，今朝我爹爹来信，母亲叫我送一个哥哥一块。爹爹要我离开京津府时，哥哥，母亲旨意叫你今朝掌柜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是啊。母亲几次催你上京，你总推说时机满章。如今弟弟又来信催促了，倘若无量好景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能带得呀？嫂嫂，请你替姑姑准备银装，不要为父母亲去了。一人在家，叫我如何放心啊？我想还是不屈服是。夫人，你父母是紫菜兵，你若不去，只怕反要查出事。你去之后，我随回庄留家，等你已经勇归再来接我，你看如何？是是甚好，那我明日领营之前，亲自先送礼回去。